校职业毕业晚会将会在一个月之后举行。我们期待最受欢迎的栀子花乐队和迪恩乐队的毕业演出。据了解，著名唱片公司音乐总监当天晚上也会出席。雪花无处不在，飞雪无可取代。飞雪学姐，我爱你。我们去看看，我们才不属于这儿呢，走。我们来了。闯进我们的法国食堂啊！主唱，我爱你。栀子花，白花瓣，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。这些年来，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
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谈不好吉他帮你打节拍啊？谁让你打节拍啊？我打节拍去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老弟，哎，啊！你敢拦我？你知道我爸谁吗？你爸是谁？你也不能随便在我这儿打架呀！难道他是以前啊？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，啊，哎，坐坐坐，哎，你说他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不在了？啊，你们要是不出来，我就跟他们拼了！哎呦，真厉害你！来吧。幸好雨婷呢，要不曾玲病了。亏你天天还装养生呢，一点文化都没有。林病那个字儿读吝。张在谦说的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种心病。嗯，哎，别打了，哎，有个买家正跟我讨价还价呢。伙伴们，打得激烈一点。哎，我跟你们说个特别有趣的事儿，我梦见你们四个跳四小天鹅，跳的还挺像模像样的。哎，是这么跳的吗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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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我要去巴黎了。我们今天发挥得很好，他们说我们一定选上了。毕业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巴黎歌剧院舞蹈学院上学了。这是要异地恋的节奏啊。那个车来了。上车上车。上车吧。恭喜你。哎，姑娘，快上车吧！
这条线今天最后一天，明天就要取消了。 11号光棍节，咱们几个光棍是不是得出去喝一宿啊？嗯，实在是对不住各位了，我可能要脱离光棍的行列了。有个姑娘还挺不错的。行啊你，你要脱光了，那咱哥几个是不是得把她先脱光啊？上，走，脱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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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以后也不想了。我要去上课了。嗯，去吧。我真的要去上课了。去呀。嗯。嗯。哎呀。嗯。嗯。我离你一步远了哦。我离你两步远了哦。我离你三步远了哦。拜拜。我们再来一遍，速度再快点。不对。再快点，哎！热死他了！康健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什么时候成为法国队球迷了？脱了，脱了，脱了！好，脱脱脱！哎，哎哎，你里头这衣服也不错啊！我靠！我说亲啊，别玩手机了。亲，我真没玩手机。那康健把夏静静手机弄坏了，夏静静非得让我修。我说康健把你手机弄坏了，你凭什么让我修啊？他说就让我修。那修就修吧。他还把我手机拿走了，说我要是不把这手机修好，他就不把我的手机给我。我觉得这都不是关键，关键是这哥们儿确实在网上卖过手机配件，可是他凭什么认为我能修手机呢？我不是不能修，能修。可是你不能让我白修，我能。按直线速度来吧，不用，我可以弹得更快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一定可以在梦想之夜上和唱片公司签约，到时候一毕业，咱们的梦想就实现啦。哪那么容易啊？这还不得看你吗，哥们儿？职业乐队是要有原创歌曲的，咱们总是翻唱，肯定没戏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想要克服困难，就要一直做让自己困难的事情，直到感觉不困难为止。那不一样。歌不是写出来的，是从天而降的礼物，谁接住了就是谁的。上帝给过我这样的礼物，但是我没接住。我信佛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到哪儿都一样。将来我们的对手来自全世界，就算现在确定可以去巴黎，也不能不认真排练啊，对吧？我没觉得我不认真排练啊。我说的不是你，是苗苗。
才拍几次就跑了。苗苗有事儿，才早走了5分钟。你不开心，可不能拿我们姐妹撒气啊！我不开心，我有不开心吗？我很开心啊！也不知道是谁昨天晚上在宿舍偷偷抹眼泪的。我看咱们今天练得挺好，走，我请你们吃冰淇淋。走啦。哎，你在这儿呢，你的冰淇淋来了，我们就不当电灯泡，拜拜。妍希，妍希，韩老师，幸好你在，跟我来。苗苗不在吗？他刚走。哦，这个是他的快递，你给他一下吧。哦，哎，小心啊，小心，那个后边胶有点掉了。哦，妈妈，哎，来了，我走了啊。哦。他们落选了，去不了法国。韩老师。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们都听说他们能去的。我收到的消息可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它就让你有。哎，明天小溪生日怎么办？怎么又问我？你主意多嘛。你的快递。妍希，你听我解释，姐妹之间才需要解释，你根本没把我当姐妹，咱们不需要解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妍希，不是的，我不是什么？对不起。陈佳淼，你道什么歉？你又没错，找什么工作是你的自由。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们都冷静点儿。梅雪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你凭什么看人家快递？他自己调出来的好吗？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？对，我就当回事儿。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当回事儿。说好的巴黎呢？别忘了是咱们一起许的愿，不是我一个人说的。没错，可那是梦想。你有考虑过现实吗？我怎么没考虑过？我要去巴黎的话，就会跟我主唱分开，那可能就是永远分开了。我说的现实，是苗苗的现实。苗苗怎么了？苗苗供他弟弟上大学，一个月6000块的工资，对他来说有多重要？你考虑过没有？实话告诉你，这工作就是我爸给他找的。原来你知道，还是你爸给他找的。你爸这么有实力，怎么不给他出学费呀？妍希，你太过分了，我去不起行了吧？这也是我的错吗？妍希。不但苗苗不会去，我也不会去。你们俩爱去不去，我跟静静去。我是咱们这里跳的最差的，我就别去给你拖后腿了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你到底站哪一边？咱们……你到底站我这边还是他们那边？
妍希，你别这么激动。我们三个都没办法拿芭蕾当职业，梦想之夜可能是我们三个最后一次跳舞了。让我们一起好好谢个幕。谁要谢幕啊？巴黎不是我们四个人一直的梦想吗？什么时候变了？都说毕业了，大家要散了。我以为我们会有不同，散了，散就散了吧。梦想之夜，你们不用跳了。谢幕，你们不配。哎，你们好。你也住这个宿舍吗？嗯。我们认识一下吧，我是妍希，这位是夏静静同学。嗯，我是高美雪。我才是夏静静，你干嘛占我床呀？这房间太小太闷了，我得靠着窗。你闷，我也闷呀，你怎么不占他的呀？嗯，脏。哎呦我去，谁脏了？我又不是天天这样，人家不小心摔的好吗？嗯，你们好，我叫陈佳苗。我也是这个宿舍的。谁赢了谁睡那张床，输了可别耍赖皮。学芭蕾的话，在我们家那种小地方，像我这个年纪啊，都当妈妈了。我呀，小的时候报过好多兴趣班，最后只有芭蕾跟气功坚持下来了。后来我爸爸就说，还是芭蕾适合女孩子。气功，你呢？我呀，我妈送我学舞蹈，是为了培养我气质。可没想到我一练就上瘾了。妍希，你呢？我喜欢踮起脚的感觉，因为可以看得更远。搞定了，走吧。提前祝你生日快乐。昨天是我不对，我是担心失去你。我没听见。我是说，我是不想失去你。啊，好了，别生气了。你当然不会失去我了。
你可以等我，或者和我一起去巴黎。妍希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好事还是坏事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的芭蕾梦想不一定要去巴黎啊，你可以去。你又来了，昨天晚上不跟我们一起上车，下午看见你来排练室找我，又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是不是就憋着想说这话呢？当然不是了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是想说，在北京和上海，它也有很多好的学校，你可以在国内继续的去学习芭蕾啊。可是我的梦想一直都是去巴黎学芭蕾舞啊，现在他们三个放弃梦想，难道我也要放弃梦想吗？可是有时候你想的跟现实是不一样的。许诺，今天是我21岁最后一天，我已经和我三个最好的姐妹吵了一架，我不想再和你吵了。哎，他身上的羊驼好像小溪的抱枕，小溪那个比他好看。哎，你觉得呢？别提他。在哪儿呢？什么事啊？该回来排练了。知道了。我给你买了新的杯子。哦，谢谢。没什么事，我先挂了。没事。嗯？没事儿，没事儿了。谁呀？哦，妍希，他说什么了？叫咱们回去排练。哎，打车，打车，走吧。这车行吗？哎，这地方真打不上车，走吧。回去好好排练，这是咱们最后一次跳舞，一定要漂漂亮亮的谢个幕。嗯，嗯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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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逆行，前面来了个大车，大灯的一晃，小车司机也不知道是被晃晕了还是车有什么故障，就那么笔直的撞上去了，速度那么快，撞得好惨呐、啊！
妍希，妍希，你们别丢下我，别不要我，不会的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我错了，没有你们我不跳了，我再也不跳了。你要记得，你是因为什么爱上芭蕾的？小希，我们离开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放弃，你也不许放弃，你发誓。 为我们，为自己，继续跳下去。我发誓，27天，还有27天。
手术完成的非常成功。放心吧，没那么严重，半年以后就可以继续跳舞了。谢谢医生，谢谢护士。嗯，你继续照顾他吧。好。你醒了。医生刚才说了，手术很成功，你很快就会好了。我都听到了。有些事急也没有用。25天，离梦想之夜只有25天。我答应我的姐妹们，最后一场舞。我一定要跳好，可是我现在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看什么呢？都是这么好的朋友，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要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肯定什么忙都愿意帮。兄弟们，帮我个忙，跳四小天鹅，帮姑娘们漂漂亮亮的谢幕。你是说唱四小天鹅吧？跳。太阳蛮大的，在梦想之夜。我们帮姑娘们完成最后一个心愿，咱们四个跳四小天鹅，好吗？你要是想跳，你自己一个人跳也可以啊。那是四小天鹅啊，不是我们不愿意跳，是这一个月根本就跳不好。就是啊，不是怎么知道不行呢？啊？韩老师已经告诉我了，妍希去不了法国，这是他现在唯一的心愿。什么？他去不了法国了？那你怎么跟他说啊？我没跟他说，我不能让他再受打击了。兄弟四年，这是我第一次求你们。让咱们几个跳舞，这不成了那电影《光州六壮士》吗？几个大老爷们跳艳舞，那像话吗？许诺让我们练的是芭蕾，不是艳舞。可就咱们这几块料，跳出来的不就是艳舞啊？走。哎，你们！你也许不知道，那个小小的我。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角落，是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，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，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。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？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，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。
你觉得咱俩配合怎么样？这首歌写的不错，你唱的也很好。加入我的乐队吧，我们做原创。你的好嗓子加上我的吉他，在梦想之夜上一定会被唱片公司看中的。如果你找到一个更好的鼓手和贝斯手，你会换掉你乐队的人吗？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梦想。对我来说不仅是梦想，更是实打实的未来。如果我遇上更好的乐手可以给我更好的未来，我自然会选择换掉他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。我的兄弟们快到了，我们还要排练。走了。对了，许诺，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同台的。许诺，你们上哪儿排去啊？啊？哇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也太难了吧！你看，我的货。中间两个人把手空着，这样，安迪，你握那儿，那儿。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啊！往右，右，往右，这边。啊！来，往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脱臼了。没事吧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啊！又脱臼了，这是我拽的。右，脏在仓那里。右，右，好，知道知道。右，三，二，一，不错。好，哎，哎，陈泽清，你不是打鼓的吗？怎么节奏感这么差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坐着打鼓的时候挺有节奏感的，可是一站着跳舞，这节奏感就没了。你节奏是从屁股里出来的，你才从屁股里出来的。哎，你没节奏感，你还怼我？哎哎哎，你有没有节奏感啊？我，你说来来来，有没有？错了，有没有？就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，咱们用点心，好好练啊！来吧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先往左边，这样，然后再往右边。先准备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不啊，安迪，快来扶我一下，我起不来了。行，你等会儿啊。啊，张丹青，快来扶我一下，把我扶许诺下床。看见。快来扶我一下，看见。你不用扶了，你在地上啊。哎，谁能帮朕把罐子给摘了？都拔了一晚上呢。
好，下边点名啊，喜诺，喜诺，到，快点呐！你有什么牛啊？你们，以为你们在跳舞是吧？最好。今天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骨头汤，吃哪儿补哪儿。这些呢，都是你爱吃的东西。现在啊，你就别担心胖了，心情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在昌把静静的手机修好了，里面有你们几个的视频，你要是愿意的话就看看吧。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上课了。哎呀，快点好呀。嗯，好了，我得要，快扶我一下。你要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汤记得趁热喝啊。带这么多东西干嘛？万一突然有人进来了，咱也得有个解释啊。就说是在对着镜子练台风。嗯，粗中有细。秘密武器。娘炮了呀！哎，别走！上！
哎呀，我的内裤，我的内裤。哎，哎，哎，快快快，我的内裤啊！你不是说他们在练跳舞吗？我真的看见了，我以我爸的名义发誓。嘿，你看他们衣冠不整的，这里面肯定有古怪。你们干嘛呢？排练啊？怎么了？你少来，明明就是在跳舞，而且是穿着裙子跳的。谁跳舞了呀？谁穿裙子了？这不是裤子吗？在这儿排练。你看看你们的样子，像是在排练吗？我们在哪儿，我们干什么，你们管得着吗？如果没有干见不得人的事情，那就说实话啊。你们是打算在梦想之夜上唱四小天鹅啊？对啊，没错啊。对啊，就是啊，要不然你听一段。你听着，许诺，你该有个更好的吉他手。你少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。兄弟，你们继续做，我只想跟他一起做乐队。乐队就是兄弟。就是因为你这么想，你才弹不好吉他。许诺已经忍你忍了很久了。你少在那儿废话了。你以为你真了解我呀？我了解你。你喜欢那首歌？你说什么歌呢？你弹不了的歌。几个意思啊你？你推我干嘛？去你！啊！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闲聊维哥，说呀，什么歌呀？老弟，闲聊，告诉我，少说两句。闲聊，出去，说清楚。别闹了，哎，不要闹了。你在干什么啊你？韩老师好。啊，韩老师来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我迟早会拍到你们跳舞的照片，快快快快！啊！老师，你的。韩老师回来了，听了你们的故事，老师很感动。幸好你们才练了一天，浪费只是一天的时间。现在我教你们练，按照我说的做，也许来得及。不许接，以后排练手机都给我静音。又多了一差评。四小天鹅，这个舞蹈。在芭蕾舞里不算最难，却是对统一性要求最高的一个。讲究的是默契配合，心有灵犀。还有23天，魔鬼训练开始。啊！我都没开始按你就叫，真是。来。哎呀，不行了，老师。啊！压他，压他。啊！哎呀，舒服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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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哎呦，不行不行！啊，老师你看，快看我，我厉不厉害？我都可以高到脚了，你看。哎，别闹了。我还有会儿呢，放松一下。张云天，到。希诺。希诺，到！又是你们四个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走了，走了，别看，快走！我比你高，我明明比你高，
我就是比你高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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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你高。空转。姐，这双鞋是买给你的。也太大了吧。啊？哦，拿错了。这样吧，我回去给你换一双。不用换了，你也不用总来看我。妍希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能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快点好，但是我真的想看到以前那个你，那个什么都不会往心里去的你。就是原来的那个我，生了苗苗，丢了三个我最好的姐妹。如果我什么灾都不往心里去的话，我是不是会把你也丢了？再试一次，加油加油，来来来。啊，为什么老师？你的脚步力量不够，要继续练。哇哇，这是你们跳的最好的一遍，可是，我啊，妍希啊，妍希啊，怎么办啊？换衣服，装排练，来不及了吧？你打电话让他走吧。打电话，我打电话，打电话。你怎么半天不接我电话？我在病房呢，你在哪儿？我在排练楼呢，我要去教室看看有没有 offer。没有，你们排练室一个人也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啊。我一会儿再打给你。他说什么？
他说他要来找你拿 offer。啊，再见。哎，跑啊，走。哎，妍希，妍希，最近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那你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嗯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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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干嘛呢？发火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在医院吗？我回来了。你真快啊！你们穿成这样干嘛？锻炼锻炼锻炼。哦，我们在锻炼。啊啊！二三四五啊！哎呦！公车没了，你变了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妍希，坐稳了啊！你可以睁眼了。谢谢。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？你相信我吗？我可以相信你吗？你当然可以相信我啊。什么问题都别问了，你一定要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看，公交车已经找回来了，站牌也找回来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找回来。找回来又怎么样？车已经不能开了，我们的回忆都没了。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。把那个搬过来啊，老板。哎呦，来了。嗯，许诺呢？他忙着呢。啊，那你们明天的演出什么排练啊？明天您这儿缺伴舞的，我们倒是可以来给您客串一下。什么意思？主唱带着我们转型呢。转什么型啊？您就别问了，说多了全是泪。那我明天的演出不会给我耽误了吧？老板，要不然明天我们就不唱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主唱没时间啊。你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儿？我还得看看节目够不够。
看看人家，再看看咱们，咱们多长时间没排练了？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，排练还敢迟到？哎，别拉了，别拉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怎么喝酒了呢？啊！哎，谁让你们吃这个的？张在昌，就剩一口渣渣了，这渣渣都是精华。老师，我们饿到发昏呐！你的昏是喝酒喝的吧？没喝多，来排练了。准备排练，预备，起，放，起。你疯了吧？不干正事跳什么舞啊？我做什么跟你没关系？是没关系，我就是心疼你浪费了这副好嗓子。你要真是无聊的话，把自己的歌练好吧。徐诺，你应该清楚，虽然唱片公司快来看这次晚会，但如果我们不合作的话，谁都没有资格签约。所以我求你，求你协助我，一加一绝对大于二。吉他我来弹，歌我来写，你负责唱就好了。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这关系到咱们俩的前途啊！我不关心你的前途。徐诺，你别逼我！哎哎，那好像是咱们的照片啊！对不起，让你。干嘛去啊？练琴去。阿迪，我知道你有情绪，可跳舞这件事情咱们能半途而废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半途而废吗？咱们乐队不排练才叫半途而废。哎，冲动是魔鬼，有话就好好说嘛。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不跳了。阿迪，你说不跳就不跳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问问他们想跳吗？你要是问我想不想跳吧，就我当然是不想跳了。可是如果你们都跳，我也可以跟着跳。够了够了够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别再想了。你问问你自己想跳吗？咱们四个大老爷们上台跳芭蕾舞，丢不丢人呢？在你答应练舞之前，就应该做好被人看见的准备。更何况咱们还要上台。会被全校的人看着。我压根就没想过要上台，当时是你情绪不好，我当你是兄弟才答应你的。可你也得适可而止啊，还真跳个没完了吗？我当然要跳完了，这支舞是他们最后的梦想。你光考虑他们的梦想，那咱们的梦想呢？只要签约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咱们只有一次上台的机会，光跳舞了，那唱歌怎么办？我当然想唱了，可是就咱们乐队现在的水平，你真的能相信我们能签约吗？知道那几个意思，你不就是说我吉他弹得差会给乐队拖后腿吗？可你又能好到哪儿去？说到底就是因为你写不出歌，所以拿跳舞当借口。你别说了，别再当干货。就你这种冲动的性格，你一辈子也练不好吉他。我不陪你玩了，许诺。
许诺，我的乐队没了，你现在开心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会闹这么大。这是我的问题，你现在可以死心了。接下来我要专心练舞，你的乐队我是不会去的。我已经死心了。你还记得那张乐谱吗？那是我专门给你写的歌。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录一下，就当作是对青春的纪念吧。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？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？错过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，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。一会儿陪我去当传达室吧，我想看看巴黎歌剧院的 offer 到没到。以你现在的状况，你还想去法国？我当然要去了，可能近半年跳不了舞了，但是我可以申请晚些时候再报到啊。可是怎么了？下面给同学们播放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来自一支神秘的组合。这是你唱的，我没听过。哎，安迪，这不许诺声音吗？你们什么时候写的新歌啊？糟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得去趟排练室。我知道为什么会有那首歌。什么歌？你少跟我装糊涂。那是我干的。是我的错，我会告诉他们把歌撤掉的。这么好听的歌，录都录了，为什么不让大家？你给我闭嘴！哟，哥几个都在呢，很和谐嘛。安迪，你误会了。误会个屁啊！你别骗着我们帮你女朋友跳舞，一边跟宇宙第一吉他手玩乐队，事业爱情双丰收啊！什么时候发专辑啊？发新专辑的时候，别忘了给我们3000个名啊！安迪，你真的误会了，这是我们乐队的事情。
么乐队？公开了是吧？新乐队的名字取好了吗？栀子敌人，敌人花，不如叫叛徒乐队吧？你有病吧？叛徒乐队，这个名字还不错啊。如果你的吉他弹得再好一点，你也能当这个叛徒。你说话太过分。废什么话了你？你打鼓就一摆设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哎，打鼓的什么时候成摆设了？不是，那是在说他。咱回去说行吗？不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辉哥，我告诉你，你把我们主唱抢走了没关系，乐队不就是看吉他吗？没错，就是看吉他。但是你有的看吗？我没得看，我这就让你看。别在这儿丢人了，走。我走，我走。哎，怎么了？不都是因为你吗？要不是因为你跳舞，我们兄弟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你给我闭嘴！干嘛？你没事吧？啊？行了。君诺，你太自私了，你的结局只会跟他一样，丢了伙伴，丢了梦想。我祝愿你永远签约不了唱片公司，就像他去不了巴黎歌剧院一样。君诺，是真的，不是。你让我不相信他相信你是吗？不是。许诺，你让我相信你。你让我什么都别管。你说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。我谢谢你，妍希。妍希，你满意了吧？啊！我妍希，我错了，我不敢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难过。妍希，你说句话好不好？妍希，妍希，我求你了。我喜欢芭蕾舞，是因为我喜欢踮起脚的感觉。我以为踮起脚可以看得更远，可是你现在让我觉得，脚虽然踮起来了，眼睛却被蒙住了。许诺，下完这个台阶，我就再也不是你女朋友了。Thank you.
不跳了。你听到什么声音？江水的声音。是嘘声。是给你的嘘声。假设现在是6月30号晚上，梦想之夜刚刚结束，只剩妍希一个人。她因为没有看到你的表演而无比无比的失望，你会怎么想？韩老师，你的意思我懂，可是我的心情谁又能够理解呢？我的乐队没了，兄弟的梦想我也不管了，我可以不顾一切，可是如果连妍希都不理解我的话，我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嗯，我明白。如果我现在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，你会许什么愿？我希望那些所有的不开心，所有的麻烦都不来找我。如果所有的麻烦都没有的话，还需要你努力吗？老师，我还来得及吗？只要你不放弃，想实现梦想，什么时候都来得及。
是不是没主唱就参加不了梦想之夜了？有头麦吗？现在只能我边打边唱了。咱们三个唱歌都不好，怎么办？安迪，这是你们主唱写的新歌。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015年梦想之夜毕业晚会。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李思松、李伟松老师。感谢，谢谢。有人说，告别了校园，也就告别了梦想。但我认为，只要你坚持，实现梦想永远来得及。下面请欣赏。没有我们能叫四小天鹅吗？期待最受欢迎的栀子花乐队和 DNA 乐队的毕业演出。据了解，著名唱片公司音乐总监当天晚上也会出席。雪花无处不在，飞雪无可取代。飞雪学姐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这单位不错，我们去看看。我们才不属于这儿呢，走。
年轻了。别贫了，快上车。爸，你再等我一下吧，我还有件事情要办。那好吧，我等你。嗯。看不清，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，最亲密。路灯下我的身影的距离最亲密，我已用尽全身力气，依然不在一个世界里。那么让我最后握紧你的手，一起说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谢谢。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？你相信我吗？我可以相信你吗？你当然可以相信我。什么都别问了，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你。你看，公车我找回来了。
站牌我也找回来了。放心，一切都是能找回来的。找回来了有什么用？车都不能开了，我们的回忆都没了。我们的回忆在这儿呢。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，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。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，纯纯的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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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，纯纯。